没盖起来哟，生锈了，大量烂尾了。孩子都能随便进，哇，一整片烂尾房。那边还正继续盖吗？估计封顶了。然后那个是干啥的？那个房子怎么拆一半盖一半啊？是不是？估计也没有房产证，这不好盖上来了。哇塞，这几楼啊？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层房。走，这边还是个地下室的。地下室是干啥的？地下室，你去不去？我去。去走。哇，这边过去也是。应该有人入住了，怎么还有空调了是吧？但是这个小区好荒凉啊，都没人。晚上来这儿好，是不是？晚上来这儿跟拍鬼片似的。哇，这还有棕榈树，想给家里买棕榈树，那不用，你看这边就有，活了没？年级的呀，他们是不是比你高啊？他们的年级比你高吗？看那里也是小孩子。你这旧管的，哇，这树上也没怎么花啊，这花儿啥花儿看不到了。樱花，北风啦！哎呦喂，这里面还搞的是商铺，是不是？搞的这个是商铺。自己回家。我去上班，我下班后就回来，但是你一定要啊，你看这房子。三栋，施工了。
看看，真是半座城都是空城。哎呀，哪个灯？嗯。